这帮混蛋不下地狱，也应该受到极大的惩罚。这帮混蛋，他们是众人对我一个人行恶，跟野狼野狗。 又是一个 harasser coming， 又是 harasser coming， 开一辆这个什么车，好像是这个 pickup truck， 两个之中的一个在附近发动，故意做引擎噪声，然后开过这个地方，都是 harasser， 好多人都是 harasser。 下地狱的混蛋，骚扰人主要是用车辆的问题骚扰，车辆的引擎声。
录下来。怎么又？我刚才电是充满的，这个又亮灯，说是 low battery。